然后这首歌我学的是为了台南，就是说台南是 alright， 台南是都 OK。可是我来台南的时候，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。我想过非常的无聊的地方都没有。可是其实25年前，现在台南改变蛮多，美女看起来跟美女，以前的时候看起来跟魔鬼一样。穿的衣服好奇怪啊，现在跟差不多台北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朋友他有很多的美女朋友，他需要，因为我一直把他的美女，我们看一个美女就看一次我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也只看我，我比较帅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帅吗？啊 ，sorry。I have no money. You give me money, I have my honey. 没有 money, 没有 honey. OK, 这首歌叫 All right. 我必须改变一下，然后你们回去休息。C 调，刚刚是 D 调。刚刚有骰子吗？关婷，在路上有骰子，很多车吗？啊，受不了了！你们从哪里来？从台南。哦，台南人，对。Thank you.
要抓住你，这是全部的表演，还有吴先生，你看我笑什么？因为我害怕，是站住的人不能休息，因为我太大声了，还没开，因为